Christmas memories. I've been working so much lately. I can barely find the time to sleep. Yes, been my. 大家午安，因为今天是下雨天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睡比较晚，睡到11点。刚刚弄影片弄到1点半之后，影片已经顺利的在2点钟上传了。然后现在吃我的午餐，今天叫 Subway， 我点了这个什么照烧鸡肉，然后配蜂蜜燕麦面包。蔬菜我每次都只会选大黄瓜跟番茄，然后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的那个酱料每次都是红酒醋，对，加上油醋，反正两个都是醋就对了。然后今天点了飞享茶、柠檬红茶跟刚刚抢到的饼干。你好过分！我们每次都会在那边抢饼干的口味，我这次抢到的是夏威夷豆口味。夏威夷豆口味是夏威夷最赞的饼干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但是之前我甚至就是会拿到凤梨，凤梨我超级不喜欢。凤梨？对，我没有吃过凤梨耶。之前我跟我妹在家里隔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会炒饼干炒一个爆炸，有时候会送到一个凤梨跟一个夏威夷果仁的。我觉得他以后就是全部都给夏威夷果仁的。我觉得如果每次都能给夏威夷果仁，那是最好。不过他，我记得他是不能备注、不能挑的啦，所以就是看运气。今天是非常的幸运，耶、yeah ！晚上我跟808。浩浩，浩浩他弟，粘土主人，还有文心，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它算是沉浸式表演，叫做微醺大饭店，大概是9点10点的时候，晚上我们要先去吃饭，然后那个沉浸式的体验呢是有 dress code 的，它有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，让你测出你比较适合穿什么样子，然后我跟808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最后都选紫色跟黄色的黑胶唱片封面，衣服呢就是一样的。等一下我应该也会选个什么咖啡色系的格子，它就是有这种毛衣啊，然后花纹的大雪梨。我等一下来认真的找一下衣服，因为我都还没挑，808已经挑好了。先来吃饭，肚子好饿。我现在呢有一个浩大的工程，就是要来拍一下从11月中累积到现在的公关品。我通常都是累积一阵子之后发现实动态，然后这次有点累积太久了。东西有点多，其实11月的那个我都已经拍好照了，只是都还没有发，所以就想说，那我干脆把12月的也拍一拍，之后一起发，这样就不会分两次。觉得给大家看一下，有一些是圣诞节的礼盒，然后有一些是他们的新品。圣诞节礼物有免费宝箱，建议你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的。啊，是我最爱的撒蹦。还有一个这种旅行小包，顺便跟大家开箱一下，边拍边分享。里面有一个护手霜，然后身体磨砂膏的小样，还有一个沐浴油。另外一个是一个礼盒，我来拆拆看。哦，是从下面拉出来的，好漂亮哦！我刚才把那个缎带拆掉，完蛋，我要重新摆回去拍照。是绿玫瑰耶，我最喜欢的味道就是他们家的绿玫瑰。我通常拍完之后呢，就会把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包装先放在一起，等一下一起拿去回收。哇，好多面膜，还有这个随身携带的一大堆，各种都可以试试看，还有附这个面膜棒。你少拍一个东西，1.28万法油。对，我已经拍完所有的公关品，然后也发现实动态了，赞！把事情做完的感觉真好。经过呢长时间的挑选，我已经选好我今天要穿的衣服了。先给大家分享我的内搭，内搭是前几天已经介绍过的，我会再把它放在下方资讯栏。然后这个西装外套还有西装裙整套的呢，都是来自我跟女孩10月的选品。包包是 Bera Bera 的这个咖啡色包包，请问你呢？难怪我觉得你这套我看过，对，我已经穿过一次。我的内搭是超赞的 Nate， 然后外面嘞，去年，哎、欸，这外面这裙子超可爱的，可是我觉得没必要搭下面这一条另外一件裙子。我跟你说，这种裙子的搭配就是裙中裙，裙外有裙，大家学到了吗？就是
是你以为只有一层裙子，但其实有两层。好的，然后我就是上面就是一个那叫什么发带，丝巾啦。哦，丝巾把它卷成发带的样子。对，然后整个 cosplay 的感觉就是一个塔罗牌老师。塔罗牌老师，哇，你也是拿一颗水晶球哎。我的鞋子穿的是马丁，之前买的这种低筒的1461什么的，我完全不记得。今天虽然很冷，但是为了漂亮。还是穿了个裙子。我今天塔罗牌感觉你会很不错哦。你说塔罗牌感觉你会很不错，什么意思？水晶的。呜，帮我看一下我今天会不会很不错。好的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我们来吃这间韩式三元，这间脑肉。哇，好多圣诞红哦。这一家餐厅是 Amber 跟浩浩家人都没吃，对，我完全没吃过，他今天第一次吃。徒弟今天还是有来上班。好啊，加味牛肠，还是两个都点。我们的小菜来了，这个是我点的冬粉，其他都小菜。重点小菜是可以去的哦。大重点，这个是我们点的加味羊小排，牛小排，他是帮我们烤好哎，好赞哦！海鲜煎饼，那我们先试试看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毒？再好一点，但是还是蛮大的。以身试法，也不是这样用。再跟他去演了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吃饱了，然后现在要去买约翰红茶，耶耶。然后现在开始下雨，我们大概要走10分钟，终于走到了约翰红茶。助理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学会大家喜欢喝什么饮料。没错，要记得大家喜欢喝什么饮料。大家看他会不会点错，点错就这样。你搞什么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消息？浩浩要来接我们。耶！现在淋雨了。超赞，只能说有浩弟就是不一样，对啊，要是只有我们两个，他才不会来找我们。他穿太少，结果今天很冷。什么时候来？好，没错。不然的话，只有他们两个会才不会来接他。真的？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到大安了，超级无敌快。是啊。对啊，有点太早了。我们是8:50要集合，然后现在吃肚哎，红牛排。定位啊，直接走进去。问下个礼拜的定位。欸，你之前打工的地方是红牛，现在才8:00，站在教父牛排。我穿的实在是太少，所以呢，刚好浩浩有这个外套，我就把它穿上了，变成一个大面包。欸，这外套很不错哎，这原本是他的，实体挺好，因为我那天不小心手滑按到两件，下单到两件，所以只能说我赚到，真的，不错不错。欸，这真的超可爱，大翻领。而且我觉得它开太慢，对，就洗到我再下错一次吧，再下错一次吧。粘土主人 ，Hello， 这里很漂亮哎，哇，这是我们要看表演的地方。大家今天很认真打扮哦，从来没有看过粘土主人穿这个样子，给你们带 VIP。等一下要带这个吗？对，他说一直带着。以前去夏令营就要买这种东西，然后我没有遇到过这个时候哎。他说他之前有这个电话卡。我也有，他在讲他小时候的回忆。你们两个都有。小酒馆的左手边是一个记录区，记得到记录区寻找你们的健康护照。好，那小树袋开始拿。请把话筒挂上，电话卡留在卡槽里面。请旅客转向我这边，并且往我这边靠。旅客来到1987年，等一下数到3的时候，跟我一起说“微醺”，让你更清醒，并且干杯。还有朋友，对不对？来，香港来的。香港。你们是吗？我是晶晶哦。完蛋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五加九吧。哎呀，谢谢各位。我就听听 simple， 谁也在 you some。
我是叶德福，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老朋友了，还有一些新朋友，甚至啊还有我在啊，谢谢谢谢，小编在上杂志封面了，谢谢谢谢编辑，谢谢武林中人，我们特别从美国邀请到 David 老师来教大家如何跳接下来的舞蹈，来大家加油。老板赞呐！老板，谢谢你，老板。今天玩的开心啊！开心，对对对。我把你们从2021年传送到1987年的今天。刚刚在电话里面留言给你们的就是我，终于见面了。我们现在被各自带到一些房间里面去。杨家俊。其实叫做西洋镜，其实没有特别想做的是是把那些把他当打击乐打着，他敲门，你说瞎话。来各位明星提醒一下，其中一个硬币有通电哦，啊，大家一起拿好好，有啦，我被你电到了啦。OK， 好，来，别吓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女王哪一位？哎，你是女王？她是小时代。不要跟她说话，我们女王要登机了。来，这边请，女王请登机。二号哪一位？4号。我。好，去坐高的。哎，你是坐大张的椅子，你二号哎、欸。我坐这个。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一样送6块来，请大家要狼吞虎咽哦，来，请。慢慢数，好，来，慢慢数，来，放着，然后什么？你可以上六吗？随便你，你帮我打开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打架的吗？谁？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你知道，每当我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改变了一点什么？1987年的今天呢，就会有某件事情不一样。考试2分钟开始。同学，30秒过去了，可是后面还有作文，后面还有作文呢，把握时间把作文写。写作文要从这边写。哦，是从右边到左边，对，没错。听大家了吧？哈，对不起，我一没注意到那。对，冲掉了，来不及了。好，1到4题，请答对4题的同学举起手，有4题的吗？啊，没有，有答对3题的吗？打把鼓励一下，很不错。我们班有六班第六生，2题有没有2题的？还不错，继续加油，持续进步当中。啊，其他人知道题目只有4题吗？好，有对1题的同学请举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选择，我说同学站起来，拖垮班的成绩。等于说这种工作，真的命很苦，就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不用别人有怀抱。谢谢 Jerry 的帮忙，那拿到便当就可以打开了，看一下今天的菜色，哇，尽量的享用，然后给他一个小点心。天哪，今天这个是鸡腿顶呱呱的鸡腿，大家吃完分数一定顶呱呱。大家就永远再见了。杨小姐，不再有错过了，你是否还记得我？思念的心如此沉重，望你分担沉重。你会不会消失在我的眼眸？时间将是我紧闭的酒。我们已经看完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他是这个游戏里面最被注目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从前面是一个大老板，然后到后面变成一个助理，之后变成一个小衰蛋，就是越来越位阶是降下来，很直日升。对，然后浩浩觉得很感动，对，回到过去，对，他有去讲电话的，对，是演绎讲电话，对。然后是觉得跟演员跑来跑去，以及选左右手的部分，是我个人
最喜欢的地方，虽然我们一直选不到那个我们想去的剧情，就是它会让你的情绪跟着音乐有点起伏，然后到后面你可能会有点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，嗯，就比较容易受惊吓。我觉得互动的部分蛮多的，而且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在教室里面的那一段吃鸡腿，那时候你考试考得很好，我比较喜欢，因为我考试考很高分，真假的？魏经理真好笑啊！我喜欢第一个，我喜欢第一个在第一个房间里面的，我也喜欢这个，因为有跳跳糖。因为有梁如烟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喜欢最后一个，因为他们对唱的时候真的蛮感人的。嗯，听对唱的歌其实差点快哭了。对，而且他对唱，他真的唱很好，他唱超好的，真的。就是大家如果有没看到剧情，可以到那个小酒馆那边跟大家一起讨论。对，最后会跟大家就是别组的一起互动。对，因为你看到的不是完整的剧情，看到的只是片段。对，所以需要跟大家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你很会讲故事的话，你要记得自告奋勇跟大家说，来，我把我的故事先跟大家分享，没错，这样就变得很欢乐。我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我们推推。It's a time for joy. It's a time for peace. Let's give a